西藏生死书，一日一课，1月19日。新性藏语发音为 Rigpa， 是指本初、纯净、原始的觉知，称得上当下明智、清晰、辉煌和觉照的本觉。它是永远不受变化或死亡触及的。目前，它就隐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在凡夫心中。被我们急速变化的心念和情绪蒙蔽，就好像一阵强风可以把云吹走，露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广阔的天空。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，某种启发也可以让我们揭开且瞥见这种信息。这些灵光一现固然有许多深度和程度，但每一种深度和程度都可以带来某种了解、意义和自由，因为心性就是了解的基础。